OK 啊，我们吃饱了。Hello， 欢迎来到姐这里。我是吉尼斯，我是假瓜。今天来到我们的富港的第二季，而今天我们要去。这一间酒店的下面就有 7-Eleven， 超级方便，而且它地理位置蛮好的，它隔壁我们要去吃一些餐厅都是在很靠近的距离，跟那个三义 Shopping Center 也是蛮靠近抵达的。那么我们店前面已经有一个接待人员，他已经帮你处理到完，就是所谓的你要订的资料，他可以帮你填写，也算是一个中介了，因为那一个人的英文会比水准会比较好。就是这一位大哥哦，他的英文会比较好，所以不需要担心有沟通上的问题。他帮你填好了过后，你过来这里就是只是过来这边就只是直接处理你的票的东西了，处理这些售票的工作人员，就英文水准会比较逊色一点一点，就已经没有很大的差别，还是简单的沟通还是可以做到。不那么多 rich， 那种地方。Here the first one, 1928. Earlier, 1996. Which direction the seats have scenery? Left side. Left side. We have luggage, okay. Luggage? Luggage. Sorry, my sir. Sorry, my sir. Sorry, my sir. Luggage cannot put right on left side. Ah, good there. Okay. Oh, then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Okay.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So, 基本上已经买好了啊，对，工作人员本身的英文问题是比较简单的，没有到非常的专业，把你用简单英文跟他们沟通，他们还是很乐意的会回答你，解决你不会的问题之类的。像现在这边就是这四张票，其中两个就是那个JR QJ Railway Pass 七天的，而另外两个呢是从明天从卡塔去到库阿摩多的座位选择。基本上你要跟他沟通好哦，就是。你要买的那个座位啊，是要在左边还是右边？他会给你建议，如果你想要风景比较美的话，他会建议你坐左边那边会比较好。连如果你有行李需要放的话，也是要另外跟他通知一声，这样子他可以安排可以放行李的空间的。不然的话，你的行李就要放在上面了。哦，对，其中也比较方便的就是我们的那个 QJ Railway Pass 啊。如果现场来的话，其实要填写很多资料的，把注意我们是在库。说买了就提前购买那些东西，所以去到柜台只是给他 passport 就 OK 了。我们每次坐火车都要这样赶火车这样啊？没有很赶，只是我怕等下那个车走。啊，我们这次要去的地方叫做流川亚那高啊，这一个地方从富冈去也是接近一个小时这样，而且是要坐另外一个铁路才可以抵达到的。它这个铁路呢是不能够用 JR pass， 必须要自己给钱，大概800多日元。叫什么名字那个铁？哼，你知道吗？你要讲啊！我不知道，它叫做你西铁苏电机。你知道吗？你知道叫什么铁路？
你是天数。私铁。好的。私人铁路就好了。我们坐的这条路是私铁地铁电车，你铁是天际，就随卡就可以过来。那我们他先三号的。有流传，流传什么川流？从我们的住的地点来到这个福夸 station， 坐这一个什么西铁，走路是一个五六分钟可以到，非常近，非常方便。然后就是想跟你们说，去这个流传其实它有一个套票可以买，就是那个套票包括来回再加买那个华州是吗？啊，总共多少钱？这家华州在爆满一餐那个鳗鱼饭，3000块。3000块耶，值得吗？3000多块，见仁见智哦，看你要不要坐那个船了。是，也要看你可能不想吃那间鳗鱼饭。对，我们也自己也没设想想吃的一间鳗鱼饭。所以我们是用水卡的，因为一趟是800多嘛，来回是1000多，1600至少。OK 啦，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打算要坐那个船，我们只想拍给你们看呗。OK， 来了。神奇一个体验，你看到他开火车，我要开，你看到了，开就拜拜，不要破坏人间，不要破坏人间，走喽，我们到我们目的地柳川。不要给你拜拜。哇靠！哇塞，狗，现在在哪？我懂，我们在哪？你在哪？地铁站。也不是地铁站，电车站。我们在这里，可以租一个脚车玩。对。然后这里可以拿一些地图，这个是英文版的，告诉你要去哪里，1、2、3，3个点。但是我们不需要了，因为我们用 Google Map 去就好了，因为我们已经做好研究了。拜拜。不同季节的是不同的，来看不同的东西。现在几月？现在8月。哇，有葡萄跟无花果。还有的清流冰水。泛舟赏月活动哦，对，忘记给你们说，来到这个小镇哦，你到处都可以看到鳗鱼的这种 logo， 因为这边就是鳗鱼小镇，出产鳗鱼，吃鳗鱼饭很出名，很出名，很好吃的一个地点。这个不是泥鳅吗？乌拉基吗？鳗？像泥鳅。那边是乌拉基诺西罗木西。我们今天一定要吃一点很好吃的乌拉基。但是这个柳川除了它是一个鳗鱼小镇之外，它也是有日本威尼斯之称的水乡柳川。它之前最出名的就是你们可以在网上看到那个船夫突然间跳上那个桥，然后又跳下去，那个桥的那个片段都是在就是在这个柳川。整个就一座的桥，这没有什么游客哦。好近哦，这小镇。难道？因为我们没有去到它。早上会比较多人。可能我们还没有去到最热门的那条河。对，那边也是有到有租脚车。你租一个三轮车载我呗。抓获野生这本学生，海果 hello。我都没看出来。应该是啊。真的。hello。こんにちは。没有坐今天车没有开耶，什么意思耶？我们原本是要在这一间坐船的，不过他突然间突然就没有开，所以我们回去改那间坐那个船。
So sad. Ticket information 是这里嘛？它是一个60分钟的路程，从这边，走到这一边，单程的。对，弯位路，一个小时。去体验看看。一个小时千八，就是马币差不多60这样。对。当然，在买票的过程，工作人员会用简单的英文跟你解释这个行程的时间和包含接送服务。これくらいです。日本のお客さん、もしもの時は飛び込んで泳げません。みんなで歩いてきます。应该是指那个水其实很深，你每个人以为很浅。哦，鸟。这个是ヤナギ。Soprano, everyone. Three, two, one.我爸进。我觉得你不需要了，不要敲到头。我觉得啊，是日本的庭院。这个是香，你看他们的屋子的旁边，接下来就是一条大大的河流，好像有点像威尼斯的那种。我们走这样一圈，我们就基本上玩完了整个海港湾的景点。I just grab a card. ただ I just いくらですか350円。我们出来了，现在去找乌拿鸡吃。Yes, let's go。好像这一个脚跟川流，至少
至少有24间卖鳗鱼的餐厅。你应该讲川流流川，这些很像一个城堡。你们看那个树，好夸张！它的这种是那种欧式建筑，隔壁就是那种很日系的。这条街也是非常美丽的一条很复古的街道。你看前面的建筑，很复古哦。嗯。啊，这边真的是风景如画，会不会叫做这本的威尼斯？真的是你坐一个船，你就可以游览走完整个流川的那些主要的天然景色和景点。沿途中你可以看到，就是从以前数百年前直到现在所留下的那些江户时代，至今有一些类似的物质之外，也有一些 modern 的物质，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时代的变化，真的很舒服啊，整个体验都是很舒服很 relax。 再加上今天的天气也不错，体验感也蛮好的，我们的船夫也风趣幽默，就算他的英文不是很好，不过他还很尝试跟我们外国人互动，而且还一直会唱歌啊，全程没有冷场哦，全程都在讲话，真的非常棒。如果大家来的话，可以去我们那一间，虽然可能价格会偏高嘛，我不是很确定啊，不过是一个人是1800日元。我们整个路程中会经过很多个不同的石桥，然后我们都要蹲下来，就是过那个石桥啦，不过有些我们是不需要蹲也是 OK， 因为我们的身高问题，而且不需要蹲，所以其实我们搞定都不需要蹲，所以身高矮是一个好处。我完全没有蹲低的必要。在中途呢，会遇到有一个卖冰淇淋、卖冰的店。可以去蹦尝它一下，就是体验在船上吃冰淇淋的快感，也不是快感啊，就是那个享受那个当下吧。享受那个当下。现在坐飞船车回去那个 station， 吃不到鳗鱼饭。这一点的有名的鳗鱼饭，只要早上就来了，出来就老吃，2点半全部都关完了。鳗鱼，哇，香吗？可以啊，我们吃饱了。气味道过啊，是耶，这个叫做岩祖木屐屋，已经将近有300年历史的鳗鱼店，鳗鱼专卖店啊。整个建筑是非常的那种江户时期的建筑，完善。嗯嗯，我讲对吗？对过。是的，岩祖木屐屋。就是一丝汤，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汤。给你用的瓜。你还有叫什么吗？还有一个茶碗蒸。啊！哇！哦，看到不？看到了那个烟吗？哇，那饭是这样的。妈呀！有点吞口水啊！真的要哭，眼泪啊！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很好吃，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讲，很好吃。眼睛水汪汪的，我知道。你看你。
天堂。太好吃了，那个鳗鱼的粘稠感，配那个酱汁，这又是带一丝丝那个烤焦香，配上那个粘稠粘稠的饭感，还有一点点的那个半丝在进，哇，那个combination真的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它的饭是蒸的，蒸的方式，但是有点像五黑一样。你吃每一口会有那个五黑，就是你一吃那个鳗鱼，香在你的后颈、喉咙的后颈那边一直不断的循环循环，吃到那个鳗鱼香。我觉得我现在的嘴巴还是满满的鳗鱼味，它的那个味道好持久。人间天堂。吃看这一个小菜，很特别的口感，好清爽，它鳗鱼真的很好吃，很嫩，然后它的皮带一点点脆脆的，超香，最香它的蛋。茶碗蒸。茶碗蒸。少啊。好少。哇，好嫩哦。好嫩，像布丁，好像布丁啊。所谓的入口即化，哇，夸张了，我觉得就算是多贵都值得，太好吃了。这个手艺真的是太强大了，这个鳗鱼饭的手艺真的是做到太精致了。我不信啊，我现在真的要吃了，太好吃了，会跳舞的饭。但是每一口都是那个鳗鱼的味道，是。是我菜品本身最好吃的，目前。会不是三百年了，百年了？还不会这么贵，还是那么多人？因为我们是出海要吃饭时间，所以是不需要预约，不然可能平常也吃不到。但那个阿姨老兄之外，其他都不好评。一滴也不行。我们这样吃了6700。我们来到流川，流川川流，流川啊，啊流川。人家那个叫流川，总之一定要来吃其中一间鳗鱼饭啊，不一定要这一间，总之要吃鳗鱼饭的。吃鳗鱼饭作为结尾，才叫做完美的一个旅程，真的太好吃了。这边的鳗鱼饭的那个功夫很到位，那个饭融入了那个鳗鱼的鲜汁，再配埋。再掺入它的那个汁酱汁，哦，汁，唉，人间天堂。哦，我突然间在福冈看到，好像巴沙马拉酱，哦，可是已经关店了。Oh my god! Oh no! 我们现在才9点，应该休息了一下，9点出来走走，那么多店已经关了，关了啊！哇，感觉刚才应该蛮热闹的。熊本到时候我们去 熊本是看到很多很出名吗？熊本熊本是有的骑马的意思、啊、有马骑。我们这期就是去熊本了，记得留守我们下一期。マドロミの中で生ぬるい子らに特にないどかを夢見たよ。好了，我们在神奈川的旅程就完美的结束了。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关注、加分享。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拜拜。